个日子背后都有无限的时间，每个日子背后都记录着历史，追寻真相，不懈努力，见证了社会良知的建立。这里面很多层都在包括我是提到的，其实啊，很多层。那我想，这个今天的时候记录了我这代人的光荣与梦想，也记录了我这代人的悲哀与无奈。就像这个《学思要价》的时候，朱一茂在互动百科上被如此修改。当时《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网友的言论，借用父亲他的话说：“请记住旧的英雄传递出的精神信仰之光，也记住道德沦丧给所有人带来的耻辱。”我想，在今天互联网上是海量的信息爆炸，新闻很多，言论也很多。但是，这个通过这个词汇的整理，在今天我在座的每一位志愿者还有不在，我们的修辞者，今天已经进入了。